人间仙鹤，你在吗？很丑哎。사랑에빠진건가잊을수없는순간 I just wanna stay with you baby 今天拍摄好了卷是的我去找的小猪大好这就是我今天吐槽的对象嘉兴新月的朱玲玲你吐槽我想让你告诉我那个姐姐还把你吐槽的东西都跟我说了一遍不是我吐槽你这个是广大众人皆知的吗现在我们去 21st floor 哇真的是太无聊了要跟谁打个电话哎姚一帆 OQQ 爱意是真是假谁去猜在化妆吗在化妆那你美瞳广告可是我还没有戴美瞳哎呦完了我忘记戴美瞳了完了我戴了王星老师你有彩铃吗不知道吗我不知道呀爱情鸟爱情鸟是什么我爱的人他已飞走了我爱的人他已经飞走了我会唱这首歌我爱的人他已飞走了爱我的人他我爱的人他已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接电话接电话快接电话你的蚂蚁花呗已经欠款5000怎么可能我很rich的好吗这是信誉的问题这不是说对不rich的问题再rich的人也需要诚信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我觉得你无中生有暗度陈仓喂哪位喂沈鹏吗你是哪位啊我是小宅啊你好这是我别生了是我这两天想到了想到了你的彩铃是什么甜蜜蜜你想真的很有年代感一般我想问你哎朱琳雨哎朱琳雨哎朱琳雨哎他今天也化了妆哎今天妆怎么样形容一下形容一下妆他弄个睫毛很奇怪很稀疏你要很稀疏那他睫毛很稀疏林雨一直走我可以去接吗你可以你觉得我可以再打喂是谁哎朱林雨啊打电话吗没有10186哎你可是存我的号码的你有毒啊这次你的话哦对就是不能存因为怕手机走弄丢以后会别人会就是知道我的手机号码这样就不行不太行对吧不管多远的距离接电话我越靠近接电话你要说喂我现在在国外